玛丽，太晚了，我先走了啊。秋阳。娘。是今天晚上，今天晚上的许愿火柴。就剩下最后一根了。你能够帮我完成这个愿望吗？已经不奢望能够做你的妻子，但是请帮我完成这最后一个愿望，让我成为你的女人好吗？曼丽。秋阳。为了你，我什么都愿意做，真的。为了你，我不计任何得失。对不起，我不能留下来，我满脑子都是林思佳。我刚才是我不好，我晕了，你赶紧休息吧，我该走了。秋阳，我求你别走。我是说真的，我什么名分都不要，我也不要求你和思佳分开，我也不想拆散或是破坏你幸福的家庭，我说的是真的。秋阳，我真的很爱你。对不起，玛丽。我只要你的爱，我什么都不要。玛丽，我该走了。秋阳，我求你别走。秋阳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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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究竟哪一天不如思佳？你告诉我原因。
不然我不会放弃的。因为你不是林思佳，我爱的人只有他。姐，你怎么了？姐，姐你怎么了？姐，啊，没事，你别问了。是不是李秀阳欺负你了？这个流氓看我怎么收拾他！别，顾然，李秀阳，顾然，李秀阳，顾然，你给我站住！李秀阳，干嘛？顾然，李秀阳，你给我站住！顾然，李秀阳，你凭什么欺负我姐？啊？顾然，你说什么？何曼丽是我亲姐，你欺负她，我打死你！顾然，你又是什么好东西吗？你心里怎么想，我最清楚了。你对思佳安的什么心啊？你以为我看不出来吗？你胡说！别打了！别打了，顾然！别打了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！秋阳，你赶快走啊！林秋阳，我跟你没完！顾然，你干什么？你别走！顾然，你放开我！林秋阳，顾然，你不要走了好不好？最后你跟我回去。快点擦一擦吧，别感冒了。你不要怪李秋阳，他没有欺负我。姐，他没欺负你。那你们刚才怎么回事啊？姐，你要怪就怪我吧，不要怪秋阳，因为是我自愿的。自愿的，他是林思佳的丈夫，你就不怕林思佳伤心吗？她是你最好的闺蜜，怎么？我知道，我都知道，我心里比任何人都清楚。可是感情。感情有时候真的很难控制的，不是吗？就像你，你不是也很喜欢思佳吗？对不对？对，我是喜欢林思佳没错。但是我妈有句话说的对，有一种爱只能放在心里，对谁都不能说，更不能对她本人说。就好比你晚上做了个梦，等到第二天醒来的时候，你再回忆梦里的情形。只要心里面是甜蜜的就够了，仅此而已。不够，不够，不够！如果你真的爱一个人，你就会知道你的心里有多痛。如果你真的爱一个人，
就会知道心被掏空的感觉。你对思佳的不是爱，那是一种欣赏，一种喜欢，那不是爱，那不叫爱。姐，姐，姐，我告诉你，那就是爱，那就是爱。这种爱不是占有，不是掠夺，只不过是以一种无私的方式存在罢了。姐，放手吧。李清安他根本就不爱你，他就是个自私鬼。我知道爱上一个不爱你的人，真的会很痛苦。于是你让我怎么办？姐，姐听我一句吧，啊，放手吧，不然你跟林思佳都会受到伤害的。为了李秋阳不值得。我知道，我不能伤害思佳，所以我求求你，顾然，你一定要帮我保守这个秘密，你一定要帮我把今天晚上的事情隐瞒过去。我求求你，绝对不能让思佳知道，好不好？我求求你。